继续接着讲啊，我忘了讲哪去了，咱这遇到人了。我最后一个亚洲的，刚这个自然疗法当中呢，我的一种生物疗法，生物疗法包括海洋生物和陆地生物。那么我这个元素呢，是由仔细听啊，我这没有多余的话啊，由陆生植物和生物不可比拟的，这句话你要记住啊。第二个，有西药达不到的预防和治疗的双向功能。我不管你有病还是阳生，就是疑难病还是阳生，还是癌症放化疗后，就是医药治多病的道法自然。你西药是什么？百药，百药治一病啊，你到医院一百种药去治一个病，那叫医。为什么要讲到生物疗法，要讲到自然疗法？现在从生下的孩子大部分免疫低下，是吧，感冒发烧，实际是什么？就是咱们母体和卵子种子本身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是东亚病夫的开始。说现在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、食用的关系，身体缺少各种元素。那我这个细胞再生素呢，这个是海洋生物提取的啊，能够使女人这个身体生理功能啊，和男人的年轻8到10岁，别吹牛啊，8到10岁绝对没问题。我今年还到70岁了啊。那个宝什么美宝说那人活了300岁，那扯皮，那人是成灾了啊。这2013年我前面还有我就不说了啊，就快点，是中药防治癌症杰出人才。这个2014年获得细胞再生研究专家称号，2015年是中央电台 CTV 啊合作伙伴，2016年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三级企业啊，不但对于患者诚信，首先对我们同仁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绝对不差那一分钱。今年全国血液病康复工作指导站是中关村受命的，这个你看资料都有啊，这是全国都1万这个白血病的康复啊。这个2017年获得医药行业影响力人物啊，这个影响力人物呢，大家伙给看一下啊，这个这是中央电台的，这个杂志是免费的，就给试的，但是我要1000本多了，你48块钱香港印的啊。还有一本我刚才给那个什么市长啊，给我排到马云一起了啊，默然。这个马云还有集团张瑞敏，华丽集团的，还董明珠、莫然，这都有。我也受不了，这不要跟我了啊！这个政界和医学界采访的，我也什么都不用干，我想到哪说哪。只要咱们中医还是西医好，你治不了的病，你也没办法了啊！病人不行了，你找我，是吧？我给你一定的宣传费和广告费，咱们自己健康是幸福，给别人健康是功德，咱们上有老下有小，中间有咱们自己啊！你别把自己老治病，把自己病治不了，是吧？很多中医闻名来到我那去，确实他治不了自己的病，到我那去几天就好了。那我住在408，感兴趣的话，你晚上可以去，我给你尝尝一阵。啊，这一类是很贵的啊！你，咱们有一个，我再点一下啊，我那么有望。这是癌症防治，这是中央电台合作伙伴，我在中央电台科技频道啊。题目是大数据时代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把健康教育交给西医吗？是西医是伤害细胞的，人为什么有病啊？就是一种病，细胞。凋亡了，细胞凋亡了，可以使人产生亚健康，可以产生疑难病，甚至恶变，啊！这个是3月5日消费准入产品啊，就是中国消费者保护协会，这是商务部的3A级诚信企业，啊，对于患者，对于咱们同仁，
做人嘛，是吧？你不能为了赚钱什么红眼了，是吧？这个看一下啊，这个红点，这是我，这是汉尔集团张瑞敏，这是马云，这是华为集团的啊，这是那个谁，苏宁电器的，这是默然、董明珠，这是我，细胞行业影响结束，现在我就要挺了，我受不了，我中国这个新闻界，这说一句普话，像疯子一样，一天我什么都不要干，是吧？不是钱多少，时间没有。这是2006年的影响力，这是中央电台。这是十九大期间中国风采啊，向党代所发的一个，这里是题名就是什么哈？中国细胞再生术研究专家。我说我不是研究专家，你不要第一人。他说你就是第一人。袁隆平是中国道术专家，我就是细胞再生专家。这个因为什么呢？这不是吹的，任何一种病。只要不是刀伤，不是枪伤，不是跌打损伤，不超过20分钟，啊，马上见效。要不今咱们得坐着开到我房间408啊。细胞再生术功能呢，有陆生植物、生物不可比拟的，陆生植物和生物啊比不了，啊，这个可以是有药物达不的预防和治疗双性功能，是养生的圣品啊，疑难病的康复灵，放化疗法的救命丹，服后。20分钟起效，甚至不用20分钟，你马上就感觉到。尤其上了年纪45岁以后，脑供血不对，帕金森氏症啊，脑供血记忆力差呀，这个手指麻木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大便干燥，睡眠不好，通通的。咱们今天就可以实验，72小时效果显著。癌症哈，你只要喘气儿或放化疗以后，用上它以后啊，没有问题。啊，就是你马上改变症，甚至你在封闭室。放化疗出来以后马上吃饭，是吧？我们遇到昨天307药、301药医院，都大夫都感到惊讶，不能告诉大夫，告诉大夫马上就翻脸了，比条裤都快。就我们在遇到过啊，三天结束疗程，康复效果需要多少钱？吃半年吗？还几个月？不用，30天。前十天呢是细胞的康复啊。激活是吧？这个养生效果呢，就是吃一克多少？就我这个胶囊啊，这叫一克两粒，一粒0.5克，这早一粒晚一粒，能使肌肉紧实，尤其女同志生过孩子的啊，及时紧缩，乳房上行就不用讲了。这个啤酒肚啊，就是奥运都回去了，是体育和劳动者。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能量不给，非常有劲儿啊，恢复能量。这个康复呢是每天2克，就早两粒晚两粒，所有病只要是不是放化疗的，是吧？立马，也就是按刚才讲的啊，白血病和癌症3克，就早2克两粒，中午两粒，晚上两粒。你说我有钱吃4克，半夜的吃一下更好，但是浪费钱了，没有副作用。啊，这不是人工合成能够做成的啊，不是人工能合成的，它的分子结构是大自然形成的，现在是不太好找这个资源，很缺，再有几年就像冬虫夏草，你找不到了。很多人说有没有时效性，没有，你要是有钱在家存的，你看值多少钱？现在我原来2000多，现在3000多，现在北京一卖到5600个，偷着卖，来我说有病。现在在网上就有人打了我的帽子，癌症对放化疗或者救命丹也是5000，北京都反应过来了啊！我说我不管这事儿，社会的提价不是我提价啊。这个对放化疗4大优势啊，我就不讲了。你只要是放化疗和癌症的血液病啊，那不是说你害怕，你这不都给我顶不了，钱不一样，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那个胸甲和燕窝一次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，是吧？你说没钱上医院还报销呢，还医保呢，多好啊，是吧？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要上养生，对老孝顺有着，你对自个身体好，你吃点，你看一下，现在是按住动就感觉什么感受？你拉肚子现在马上就好，你咽咽现在马上就好，都不用出屋，现在啊好了就好了，病好就好了，你压住咽出血几个月一粒就漱漱口就可以，是吧？但这样我不卖啊，最少10天，不是不卖，你再都这样，你把中医顶了吗？是吧？好中医有啊，是吧？去看认不认货啊？这
个地方癌症患者